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你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啊，今后拉清单，不要干这种事情。同志们、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闹得欢的分裂分子们，以及坐在沙发马桶上观看此视频的观众们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对了，我就是才高发抖多难群书读高从不读错，一是气质定于一尊，中国加速第一人，人称强国之魂的国家主席萨格尔王习近平。今天我来玩英雄联盟，哎，就你连我都不配啊！我不会上网跳吧，我上的网比你上的厕所还多。平时我隐藏实力，今天给你们展示我的超神操作，飞特看乐叫我爸。现在我们开始匹配，最近在网上看到我的本命英雄狗熊从左呢，就挑战一打野狗熊，让你们见识下我国服第一雷霆炮效。咦，你啥时候我服第一了？一直都是大不信你们人大代表，我狗熊国服第一。不同意的请举手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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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看服不服？干，你量一下能过得去吗？哟，匹配到人了，很好，我是打野，这把我稳了。狗熊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来次狗。我们进入游戏，特意看到这英雄和我一样散发着贵族气质。我这把作为打野是团队中的立柱，我指向哪里，队友就打到哪里。我是最高领导力量，一定要坚决维护我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英雄联盟打野理政为指导思想，确保我始终总揽全局，协调各方，只要这样就一定能胜利。对，打野是一个对路发展中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习近平总书记本人率先垂范，不仅对这些英雄联盟的精髓有精准的阐释，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，闪烁着新时代的思想光芒，真正实现了让游戏力的英雄活了起来。说得好，小灰灰，官升三级，左外交部发言人，耿爽下去。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烦死来人，他好黑风。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草，看要手动静音。世界终于安静了，继续说游戏。这把作为团队核心，发育尤为重要，前期刷就行了。不错，一绝是我们的。对这一次的一绝，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。大家撸起袖子，加油干，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赢对面。现在我们回家卖出大野刀和无数鞋。无数鞋是好东西，它能加速让我更快奋战在波平一线。法克，我也是困难群众。草，都是一分钟了，你还不下课？干零零零，这是极不道德的。东哥锤子，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，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。现在下路有机会马上支援，我先杀一个 AD 西去四霸，再看镇雄霸天下。虽然空大的，但无伤大雅，抓四 AD 西还不是高潮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，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。我们亚索抓的赶紧支援中路，闪现拍晕我日人有点多，不过不怕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狗熊，能咬我不成？来啊，孙子！ You have been slain. 我他妈，无伤大雅。我们不但善于朝神言雅，我们还将善于绝地反弹。我们的英雄有信心，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。我说过，实现翻盘必须抓野发育。我深刻认识到，我的野怪一点也不能少。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，我绝不答应。我操，你个别三想干嘛？别过来，我你
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啊，今后拉清单，不要干这种事情。你太北欧了，头上三尺有神明，这都得应验的。谢谢发放送出的核弹，谢谢。好，对面技能都交了，现在到我收割的时候，看我天神下凡喜对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陈宇天天啥活不干，打闯第一个是会不会玩。面对我的骨灰，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。七杀犹太坑只能上路着着急会干，你和陈宇又要去上路送，怕是要一个人带风咱路。一派红颜，你看上路对线很投入，很给力。对面上单残血，兵线马上进他，他已经陷入内忧外患、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。走好，草这没事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妈的，我也开。虽然也是，可我们还是要日战交遇到鬼干，我还打不过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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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我好，好自知。我这被卖的，针对的是避开对面强势期，绝非针对强。我也怪，好再去吃我国子回学。每次是对面还想追我，不自量力，怕是不知道我扛二百斤麦子，十里山路不换肩的。好过我等下被子干，你不要过来啊！阵风回坏脚步挡磕好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来人查下对面猴子白皮和家挺住，运气好不出事。哪一天你出了事了，那就倒大霉。经历了无数次团战失利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愈进愈难、愈进愈险，而又不进则退、非进不可的时候。只要有信仰、信念、信心，就会越挫越奋，越战越强，否则就会不战自败，不打自垮。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，干就完了。保力给冲他杀他，我们一个不留给我上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 垃圾游戏毁我青春，好我钱财不完了，我也睡大觉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把你最爱的激动轻轻